来，啊，超过了，来。万华分局警方11月9日上午7:40接获报案，辖内有公车与自小客车发生 A3 交通事故。警方到场后发现谢姓公车驾驶身上散发浓厚酒味，遂对其实施酒精浓度测试。测试结果酒测值高达0.29，警方当场逮捕并扣缴公车牌照，全案依公共危险罪嫌移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。